在上一次，我们是了解到药师如来的第二个大愿，叫开小事业愿。这开小事业愿里面，最主要是药师如来他在因地，在因地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愿意在未来得证菩提的时候，能够让幽冥的众生能够开悟晓了，随心意所志趣，努力的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下一个事业。上次有强调，这个事业并不是基础于贪欲的事业，而是如果能够真的看到佛的光明，而当下心开意解，自惭形秽，反观自己，原来此生此世之所以贫困，没有福报，皆由贪欲而来，三毒之苦。所以呢，所谓做诸事业，是属于这个冥界众生自己自性的清净，或是了知应该走的因缘果报是如何，而勇敢的接受，继续走下去。这是从幽冥众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上次当然提到很多人跟幽冥众生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可以解析一下，我们一般大家都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概念。所谓每个人呢，有好多的冤亲债主，有没有？有，看得到看不到，姑且不论，就是怕呀。然后业障现前的时候，有些时候就莫名其妙了，生了一些不怎么好治的病，有了一些相当奇怪的因缘，那这些都让自己忐忑不安。所以只要在六道中走动啊，我们还是轮回的众生，有些时候就是诸如此类的际遇，总会在生命的某一些时候会出现。有的囡仔攀油漆呀，然后带到哪里去，回来啊，家长就会说：“哎，无清气，卡掉音咩啊？”那有的时候自己啊，可能参与了一些所谓丧事，那之后身体不舒服啊，大家就会给你一个意见，爱去修经，诸如此类，到底是是非非，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其实听了这么多，或活了这么久，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其实世尊在说，冥界众生跟这个人道的关系，在经论里其实是有的。上次有讲，冥界众生之所以会让我们有所感悟，或是接触得到，基本上它会出现，一定有某些的特殊原因。上次有讲，不是寿终正寝的，有需求的，有怨恨的，有挂碍的，几乎都是这些原因。那我们在处理啊，比如你现在是人道的众生，你在处理跟冥界众生的纠葛关系，一般有哪几种办法？哪几种心态？其实不外乎这几样。第一种就是惭愧忏悔，发怒，哎，我承认我错，我承认我错，这个是有修行的人才会做哦。一般的众生的是已经把我赶去的，这是一般的，我怕，所以我要使用方法让你远离。有修行的话，他第一他会承认过失，承认我们过去是有一些纠葛的，因为我们上次有讲啊，当你资粮不足的时候，你会找谁？你当然会找债务人，对不对？所以当你有因果论、因果关系之后，你可能会比较勇敢的愿意去忏悔、惭愧、发怒。那这是一个初学者他可能的状态，因为他能力不足，他只好对不起就对了。
对不起的状态之下，对方大致不会置你于死地，就是那种怨恨，那些东西它还是存在的，但是还不能够完全消失于无形。如果再有修行一点的时候，它就会有和解的心态。和解的心态就是，我承认我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我曾经对不起你，你应该是我的恩人，或是我伤害于你，不管在物质的或金钱上面有所亏欠。那在当时呢，我相信我有做错，但是事件没有办法还原。所以呢，这个过程无非就是我们无明的结构。那我现在是一个修行人了，我努力想修行，那请你也给我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和解吧，我们共同修行吧，是不是常有这样子？这是不是比较进阶一点？这个很圆满吗？他也是观察观察，但你敢到底有在修啊？没在修，那修来修去，常常还是五欲六根对六尘啊，一直在追索去，自私的时候还很多啊，真的还会想到众生呢啊，这种呢，是你现在对我承认，有些时候还是不肯承认的。这是挑着自己的那种自我意识对话的时候，这筛选式的，这种就是人家跟你讲哦，你这完清这组有派哦，我过去跟你什么关系？想想我累世的父母，你看我这世对人不算友好，古早应该是更加不好，因为这习气累积嘛。难道你古早做友好，今麦变不好？善根它不会丢的啦，善根跟功德力不会丢。啊，但是呢，这个习气会加强，对不对？那如果说好的习气，那你应该是出生的时候面目清秀啊，那可能呢，这个身心洁亮啊，这个人看起来也温和，除非环境很差啦。环境很差，也不过是气质卡败呢，不一定人真歹看，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啊，在修行过程里面，慢慢有和解的心态，我们共同修行，但是其实是还不够彻底。佛又告诉我们，其实真正要解冤释结，是发菩提心，是真的发菩提心而行菩萨道，你才有办法累生累劫的冤亲债主一并处理。这怎么说呢？如果说我们真正要跟这些冤亲债主做个完全的处理，除非你度他嘛，对不对？除非你度他，这里面呢，就是前面两个全包，我惭愧忏悔，我们共同修行。那我们共同修行，这中间我看到什么？我看到我的愿力，我对不起的是所有一切众生，很多，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你这个来要债的这个，他会轮番上阵呢，一阵子搞不好其他的又来啦。所以你真正发菩提心啊，你会去看他，我有愿力，我有愿力，我要上求佛道。当然，上求佛道的时候，你会发那种大慈大悲之心，我要下化众生，当然也是大慈大悲之心。上求佛道要有智，下化众生要有悲。所以这个过程，当你发真实的菩提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两个的结构啊，就是跟任何一个冥界众生或是冤亲债主的结构，不外乎我的无明、你的无明，结构当时的事件嘛。所以这些都放在心中，意识已经结构了，所以八识田中就有了这些。那在这个所有一切跟随着业力而转，这业感，这业感缘起咯，那业感缘起总是抱来抱去。所以当发这个菩提心啊，原来你需成佛，我也需要成佛，你必须开悟，我也必须开悟，全部的人是不是通通可以破除无明？那么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结构吗？
那过去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真实的心中去了解？所以，真正要与冥界众生所有的纠葛解套，还是发菩提心。但菩提心并不是说嘴巴说说的就算。这里面呢，从开始，你当然会有我愿意学习，我愿意看到我自己。人去承认自己错是很重要的一环功课。你不管人家误会你不误会你，你自己心中要有那么一点回光返照、柔软的东西。有的父母可能就觉得我都被儿女给误会了，有的儿女可能也会觉得我被父母给误解了。平辈之间也有所谓的不能够沟通，其实不管向上结构如何，你真的去读自己的心，要留那么一点点的意愿。那今天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很多，你会看到一个想要修行的人，他是怎么在处理心念上的那个角度。所以如果说你彻底要度脱众生，这才是必经的。这里面有包括自己皈依三宝，希望这个冤亲债主啊、冥界众生也能够得到诸佛对我的教导，诸佛对你的教导。那么我在这里面要实践它，我在修行的时候要见自佛性。那你在修行的时候，你现在是跟我不同界啊，我的佛叫释迦牟尼。那么你在这个冥界的状态之下，一定有很多的诸佛菩萨在十方净土是属法身的相状报土，那么你就应该往生到那里去学习。只要我们心，我们有那么一份一点点过去的因缘，修度是会得到啦，不用怕。所以你要赶鬼，有些时候赶是暂时的，无你试看卖。我看大家吼拢嘛有经验，赶鬼的几阵嘛是够有，啊是共人啊无共人嘛未晓分了，是不是？这上面啊其实彻彻底底的。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处理冤亲债主的关系上面，各种宗教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那佛教都讲的超荐他，那超荐他，其实你说你去办佛事啊，你去参加佛事的时候，你要超荐他的角度，其实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呢。哦，阿弥陀佛，阿弥陀，进去啦，迈过来插我，好，我就惊你耶。这个就是属第一个啊，官贵的啊，对不对？那如果说好，这个哦，我忏悔，我忏悔，我过一去生过去是都唔对啦，请你原谅我。但是我这句无在调，请你放我一马，这个叫做惭愧忏悔行嘛，对不？你要讲哦，我里面有发愿呐，或者叫和解行嘛。你要发菩提心，我也要成佛，我要度脱众生，我要学菩萨道，那个叫度脱行嘛。差不多就这几样。同学，以后你要心念抓对，你要彻底的话，还要懂呢。有的人发菩提心，好像说哦，我发心了哦，那样呢，完全在住这贼，知道？那在缩减时空哦。比如说，好，我今天发心了，我要行菩萨道，我有这个愿力，告召十方啊，某某人不再成为魔的弟子，而将成为佛的弟子。这个时候，冤亲债主都收到你的 email， 这个 email 传到他这个所有的里面呢，他会过来探这里，没有错。当然，他是人的话是探不到，他如果是在这个游离间的这些众生，他会来探一下，但是呢，不会造成强大的那种伤害，不会。所以在修行的开始，为什么很多修行人他在任何的一切一念善或是一件什么功德，都愿意回向法界一切有情众生，就了解意思了吗？那像这些情形啊，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啊。修行里面有些时候，如果你真的发菩提心，真的行菩萨道，那个业消得好快。啊，你拿那三个、五个、十个、二十个，有的时阵来挂一个、挂一个哈，背嘞哈，身上还是黏还是蜜呀、啊？这个蜜蜂跟蚂蚁还是来的。
这个是这样意思。那我们一般用镇压啦，镇压的这种哦，不是就近的办法，但是可以让你刹那之间好像比较轻松，喘一口气。那一般来讲哦，这个如果自己哦心念平等，就是大慈大悲，然后不怕六道，不怕内心没有恐惧啊，自守这个清净，这个时候身上就是那个所有的一切是比较饱满的，鬼魅其实不大能干扰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修行人鬼魅不容易上身，那有的人就是讲背离卡轻，卡抖都开始哦哦叫，那面的起荡啊。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它的一些关联性，也就是它本身心念里面的一些不纯正的东西。那在这今天的这个课里面，我们还是要把有关第二大愿里面讲到菩提心的这一块，要特别的了解。那在这一愿里面，要让冥界的众生最容易感受得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定的功夫，还有慈悲的意愿。如果你没有慈悲的意愿的话，那么只是你自己安住在某种状态，那犹如罗汉入定一样的，这冥界众生是没有办法靠近他。但是罗汉的业习呀，还有一些果报，这些还没有圆满的完成，众生也没有度脱。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哈，这个23页里面的菩提啊，这个名相。那菩提的意思是觉，就是觉悟啊，智慧的内容；知就是就是知见；还有道，就是这个办法，这个都叫菩提啊。说正菩提就是讲正得那个智。那我说啊，烦恼即菩提，讲的就是那个觉。那我们这里面呢，讲菩提道，就讲的那个办法。那我们这所有的内容，其实就佛之知见。所以这个菩提啊，这个是不管它用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涵盖在里面的内涵。那广义而言，乃断绝世间烦恼而成就涅槃之智慧，也就是佛缘觉声闻他们的智慧。证得声闻成的罗汉，自然有罗汉的智慧；证得缘觉，这个辟支佛果，一样有他所得的觉悟的智慧，这都叫菩提。但这里面最主要讲的是佛的菩提为无上究竟，所以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叫做无上正等正觉。那这无上正等正觉，当然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完、更圆满啊。那正遍知无上菩提，这个就不再强调那么多。今天最主要要谈到这个菩提心的发法。有关佛之菩提，我们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你的发心要对。这里面呢，就有涉及到发心。比如说今天呢，哦，我实在在人世间觉得很辛苦，然后自己很不聪明，那度脱众生、帮助人，哈，这么大需要，我暂时没那个心。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想，我要好好的有自己的智慧，然后我身边的所有的烦恼，这些都处理完。那这样子的一个念头的话，这个就不是所谓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这个只是发二乘人的解脱心。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我想要有佛的智慧，然后有缘的众生跟我有缘的啦，哈，给干啦，哈，卖给他干掉，哎，啊，这些眷属啊，我愿意，就是有关系的众生，我随缘度他们。那这种心呢，也不能说他没有慈悲，但是他的慈悲是有尺寸的，是有范围的。那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是这样子。比如这是一个举例，比如我现在人是在台北，那我说我要去到高雄，我发心的时候，就是我要达到成佛，所有众生我都愿意度脱，
这是一个比喻，所以我发心的时候就直接发到高雄。如果说我发声闻的心，我想要得到某种智慧，我一定要去啦，我一定要去，行到头，就是你有某一种意愿，那这是不同的层次，这只是举例。所以我们发心啊，因地要真，要圆满。那你说发心的时候，发心是不是一个内心的一个运作，是一个静态的？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它有讲啊，这五种发心的过程。那这个发心呢，讲的是我们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心，一直到成佛过程里面，我们这个菩提心呢，会有偏差，不够圆满，或是有时候心是圆满的，但是做的修正的时候，它会有次第上的体悟。所以这里面呢，大原则都是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但是它中间的发生会有这些情形，我们来了解。第一个叫发心菩提，这是在讲哈菩萨五十二位阶啊，从你出发心一直到成佛，中间有五十二个阶位。那开始的发心菩提讲的实性菩萨发心要求菩提。这个心呢，就是要到菩提果之因。我们说发心菩提，我发心求菩提，我要无上菩提之果，佛法身，我要成佛，我要证得法，我要同理所有一切大众，度化所有一切大众。这个自信，自信三宝啊，这个三宝具足。用什么样的身份都没有关系，我都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策动这种心？有些时候会曾经啊，这发心的过程，曾经读经典啦、业障啦或者什么的，很感动，很感动啊！弥陀如来四十八愿呐，药师如来十二愿，四分之一而已哦。好像比较容易，其实不是这样看的哈。比如说，哦，好策动哦，好感动，自己想发心，这个时候还是会眼泪鼻涕的啦。那这种那种感受啊，自己没智慧无明，这种发心，这发心其实还是有为的心。你内心一定有范围，某一种情绪，某一种遭遇，所以你愿意改变你自己。从现在的迷糊烦恼相状中，从这个转出来，所以那个一转的时候，本来是有情绪的，是世间有为的，人是感情的动物，还是在有情。可是当你这个内心一转，我想要这样的时候，那个情绪的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清净。所以发心策动，真的发心之后，这个人他不一样。他不一样，他看所有的东西他不会想计较。发过心，真实发菩提心的人，他不会想要跟众生计较的啦。因为他就是要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跟众生计较什么？你还有什么好计较？哪一个众生你不是要解冤释结？哪一个不是啊？你计较什么？还有什么智慧你也暗扛？同学还会暗扛吗？你发菩提心的人，这就老要让自己知道就好。会这样吗？还会暗扛吗？多么希望法供养，那个心啊是多么的宽广，而且会尊敬，我们会敬佛啊。如果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佛性的话，那当然这后面明心菩提的时候才会看得到。所以开始你真的发菩提心的人呢，那个心胸就会马上，不要说如海啦，先你本来是给他等较多，是不是？你可能慢慢学习之后啊，这个心量像脸盆，再来你可能像一个必须一个池一个湖，
再来大西洋、太平洋，到最后呢，无量无边的虚空，心包太虚，你怎么想要去伤害众生呢？你怎么想要去对这个众生有什么样的那种计较？都不是啊。所以这是讲发心啊。回去以后，我想说，嘿，我跟这些人计较，我现在不是菩萨的，那是发心就会自己就会修正，对不对？你会去读到这个人的，他这个人的精神层次的内容。你要去读到他整个人的身口意的部分，不是为了他跟他打分数，而是多么希望他发现他自己啊！我也来发现我自己，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发现自己的清净佛性，而懂得怎么去修。这在讲发心菩提，所以光一个发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好多好多次自己修正菩提心。你可能会在有的时候一个坏心眼的时候，一个坏心眼又现前的时候，就想说：“啊，那我干我先发过愿的人，我怎么这个样子？”自己啊，就会反思一下，反思一下这上面到底怎么了？于是可能就会重新修正，修正自己的菩提心。这是在讲发心菩提，这还是静态的哦。那我们再来看呢，发心菩提，当你稳定，你开始就会有调伏自己，所以叫伏心菩提。这伏心菩提啊，就是菩萨的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阶位。这个菩萨呢，发了心之后就要学菩萨道，就修诸波罗蜜，要制服烦恼，降服自己的这个心。所以这个时候制服烦恼，是不是只要有烦恼现前的时候，都会自己去检核自己，检核自己，然后会发现，哎，我会退转。其实很难修，就是这个福心的这一块，世间人，他有世间的知见，他有是非的概念，他有理想，他有办不到的地方，身心都还没有办法很完整。去做自己想做的，那这个时候有为无为看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调伏自己的烦恼相状。这个时候烦恼魔啊、五阴魔都是要修的。这个伏心菩提要经过时间好长好长，它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住是安住于清净的正法中。实行的话是真正你有在行菩萨道，你有实践它。十回向是你有这个心跟所有的一切众生分享，当然回向无上正等正觉，回向众生，这是双向的，一个是向上，我所有做的一切不为什么，如果任何一丝的善的有为无为的功德都是为了唯一的方向，那个就是成就佛智。而这些化成力量办法来度化众生，它就是双向的。所以这个伏心菩提啊，这个菩萨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你没有走这一段就不可能圆满菩萨道。那这个伏心菩提就是我们一直内心有烦恼相状，一直在调伏调伏的过程，就会有悟的清醒。那这个悟啊，就是登地菩萨了。这个地方叫明心菩提，就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这个明心菩提讲的是登地菩萨，因为他真实有在修行菩萨道，所以他了悟诸法实相毕竟清净，所谓的般若智慧现前，就是般若波罗蜜。那这个明心菩提啊，这讲的是他看到自己清净的佛性，证得诸法空相毕竟清净。那这个过程就是菩萨转了，他真的不是从凡夫的位阶了，开始的时候是，那现在已经是登地菩萨。登地菩萨就打开了法界的障碍，他就会在这里就看得很明白。
那这里面还要不断的啊借势练心，那慢慢的功德力就增加，那救助众生的实质有在做。那第四个过程会发展到初道菩提。这个明心菩提讲的是登地菩萨，就初地菩萨一直到七地菩萨，因为这里面的智慧是一分一分的，就是断除无明，一分一分增长。所以到初道菩提是第八不动地、第九善慧地、第十法云地三个阶位的菩萨，他在般若波罗蜜中得方便力，修行要有方便力才能度化众生，你没有方便呢，是不大可能的。当然这些因缘啊，客观的条件也一定要吻合啊。那这个地方讲的不动地菩萨，他已经没有造作的心，所以不执着般若波罗蜜，灭除系缚之烦恼，出离三界，到萨婆若，也就是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佛智，故称初道菩提。所以这个初道菩提是菩萨的正量，他在圆满的过程里面，修行菩萨道的时候有智慧有方便，最后当然是证得无上菩提，就是等觉妙觉菩萨，也就是临佛的位置了。所以他们证成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佛果的觉悟的智慧，这称为五种菩提。谈到这里的时候，同学有没有感受到，原来我发心还是嘴上说，是不是？但是发心一定开始是心念的运作，不要让自己的发心成为这种随便说过的、吹过的风一般。真的发心的时候，你法喜，有一丝法喜，还真的懂了发心没？还不知道，但是有一丝法喜，就要开始去学习着，学习的跟这个布施跟供养，下一个愿就会谈到非常多这个上面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呢，我们修行里面呢，在发心这一块啊，在古德啊有一个大德，他花了一二十年才真的发心。我们一般讲啊，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哦啊，我要度化众生。可是中间的行为啊，跟中间的心念啊，那个转折啊，那个转折会让你自己看到，其实那还不是真的。那你要这样一直一直到有一天，任何的时刻哦，任何的时刻，你都不会变，你都不会变。那个善根跟那个意愿是在的，那个善根的意愿，比如你对你儿子，你对。每个人唯一的儿子，这是世尊讲的，这个孩子很坏很坏，虽然跟你吵架你很生气很生气，这个时候你是善根还是恶的？任何孩子虽然你嘴说要知你出事时我给你惹到死，这句我们很多人生气的时候说过的话，就好像给他蚂蚁这样惹到死，那个是一个形容词。你真的会改做游戏呗？你真实的内心是不是真的要改做游戏？敢会改做游戏？没有当过母亲的不知道，当过母亲的都是没改做游戏，就是不会。然后他有一点点好的时候，你是不是满心欢喜？我们讲过去好没修。只要他一丝丝好的时候，你那个心是不是很意愿又跟他，就是还要跟他保持联系，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时候 ，jockey 哈 ，jockey 背对着他，其实心里是不是想着他？因为你 jockey 而且一直感受到，是不是有联系？没有当过母亲的无法揣测，所以这个就是这种。为什么佛讲自己唯一的儿子？那个意愿其实一直在的，那是一直在，那个是有情众生的结构，那就是有情众生的基本结构。那要佛不是叫我们灭掉众生所有的结构，他不是，他
他说有情众生的结构是因为五蕴有情感的素质跟自己的关系法，所以在这里会有一些粘附，就是执着的情形。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情众生的这种结构不是要叫你断除变成无情啊，打算变成几张球啊，几张九桃，不是。他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转，我们要把这个粘附的这个素质转成所有的众生平等慈悲。他是要转，所以他们要转世成智嘛。佛自己成佛之后回去抬棺呢，罗侯罗佛子罗侯罗也是依附，就是依附僧团到僧团里去出家，后来命行第一嘛。所以这里面他并不是成为无情动物，而是说从有情的里面去把那个感情束缚与自己的关系的这个地方能够升华扩散到所有一切众生。这是佛告诉我们的办法。我们不是啊，修行了的囝不是囝，翁不是翁，老爸不是老爸，众生啊，我都因入平等，那个平等是假装无情啊，啊，为好化妆，哦，我看做主编回来，嘿，叠来底，这个有好多修行人很奇特的表征啊，那个都是要，因为可能就是暂时没有能力处理，然后对外面的人没有要求。外面的没有要求，所以你会好像有意愿，有意愿跟他做一个就是输出啊，输出给他。啊，里面的人就会想要不，就会想到他以前跟你中间的不平衡，对我不够友好，对我不够好，不够我注重，然后这个根基还没搞，我靠脑子的现在有意愿，然后来对的没意愿，所以为人就想先靠外靠啊，先靠外靠啊，回来啊。都不是看那种菩萨，那最后家里人都否认他，不会跟你学佛的啦，因为怪怪的假假的，他不会跟你学佛。那有的人呢，他是来对做咖啡西天马西弯弯哎弯弯阴阴弯弯阴阴阴，结果卡波都不要打过火顶，这样听懂吗？因为什么叫圆满，他是没有一个止境的。生命里面的故事，生活的点点滴滴，它是分分秒秒一直在发生的。所以这里面你要真的去看，能够内心懂得因缘，那懂得把自己打开这样的一瓶颈，然后里外都有一致的刚刚所讲那个意愿，慈悲心。那我们了解一下众生，来知道我们是叫什么，我们叫众生。这个众生也就是有情，含事，含事就含有心事，就是你能思想，你有感觉，可以思考，可以记忆，这个就是有情，含事众生。众生亦与普通指迷界之有情，这是在讲迷界的有情。杂阿含经里面第六卷六里面讲，佛告罗陀，于色染着缠绵，名曰众生。对，物质啊，于这个色是不是就物质结构？物质结构，这个物质的东西是不是因缘生灭法？生灭法，我们对这个物质的东西，只要有缠绵，缠绵意思是什么？就是不离开啊。你说我需要穿衣服，那怎么办？不缠绵的话，是不是不要穿衣服？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你内心对于任何的物质，你只要跟这个物质有执着、有爱恋，没有办法消化，没有办法提升，没有办法不执着，平等来看，你就叫众生。因为他一定有心意识，他一定有，他有那个粘附。那回去可以练习啊。有一个小朋友，讲个故事。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说他发菩提心，玩具很多，家境不错。然后呢，他就跟同学邀约去他家玩。
他就心里想，我要行菩萨道，还蛮小的，因为他是佛化家庭，我要跟同学分享我的玩具。哦，跟同学玩，给他弄坏了，心丢一下，可是我想说，我不可以生气，哦，好惊哦。结果还是很开心的玩一玩，他父母亲当然看他有这种发心了，坏了没关系，妈妈或爸爸再买一个给你。可是他就有一个姐姐，他那个有个姐姐就有很多的娃娃，他说那个不是我男生的，我不要，他说我的机器人我也不给他玩。他哦，就在这个点上面他放不过。然后他姐姐就常常跟他说，你不是说你都可以跟人家共享玩具吗？那你的遥控飞机借我。他说你要是把我遥控飞机摔坏了怎么办？他说那你不是就是要跟人家共享吗？他说所有人都可以，就是你不可以。因为他有关系法，他心中认为不公平，他不把他姐姐列为所有可以度的众生之一。于是他这个姐姐就一天到晚就故意找他的茬，故意给他拿东西，他好生气好生气啊，他非常的生气。他姐姐就说，怎么样，你过得了我这关才能成佛。真毒啊。所以这两个人呢，还是有因有缘的。这两个小孩还是彼此作为镜子的，虽然很小的时候看起来像怨怼，看起来像怨怼。听说这一对姐弟到二十岁之后，到二十岁之后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这个姐姐说，哎，小弟，如果没有你，我的童年是空白。这句话很有含义了，对不对？那个小弟就说，如果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心量什么如海。在发展的过程里面，众生发展的过程，看到你身边所有的这些好的不好的这些人啊，当你修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你生命中起了某种作用，而那些作用就不是语言文字可以说的了，各自好好体会。这个地方在讲说跟物质生灭因缘法这种东西还缠绵，你都明明知道物质是 缘起缘灭嘛，黑板也是有它的寿命，粉笔有它的组合，等一下擦了之后就是所谓的微尘粒子的。那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名曰众生，有五蕴。前面是讲物质，你物质放不开是不是就叫众生？你之后我们本身是不是一个物质体？是啊，那我们又有精神层次，所以当我们跟物质，人跟人是不是也是物质对物质，那我就有感受，或是这环境里面有形无形的就有这个感受。受以识为体，你既能感受的时候，其实你的意识是存在，因为我们就叫有心识的众生嘛，叫含识众生嘛。所以这个受，如果你没有办法清净受，你一天都在感受，然后就想要怎么样，行为又怎么样，然后就里面呢就产生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自我解释啊，幻想啊，梦想啊，妄想啊，不是清净的正知见，不是清净的智慧，要来消弭这些执着，这种就叫众生。所以这里面的解释很清楚。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人会不会有这个了别的能力？有。今天佛跟我们凡夫一样都有了别的能力，有一些大德，我们说好，这些开悟的大德他有没有了别的能力？有，我们也有。譬如啦，在以前好了，
马车，象车马车，有大象狂奔而来，一头大象狂奔而来，佛跟你都一样走在这路上，会不会闪这头象？会不会？会，是不是会闪这头象？内容差异是什么？你要闪这头象，凡夫的话，哎呀，怎么有这么一头这种狂象、醉象，很恐怖啊，像那青春期啊，这个时候，他会有一段发狂的时间，而且他很有力量，所以啊，凡夫看到这个，可能就是产生恐惧、害怕。那佛看到这个狂象奔驰而来，迎面而来，他也是一样会闪，所以是不是有受？佛是用清净受，也就是了别。了别，他会不会去做正确的处理，让这个象不伤害？如果这象是冲着凡夫而来，我们一定逃之夭夭，跟躁啊！佛啊，最象的时候，他发展出什么？这个就是佛的故事里面呢、啊，有一头醉象，不是提婆达多把这个象灌醉了，又用火烧那个象的尾巴，要利用这头象去把世尊啊，这是害死。这个时候狂象醉象啊，这样迎面过来啊，那个路是窄的，世尊无处可逃啊，他也没有逃的意愿，于是佛用他的清净法身。不可思议，这功德力，这个醉象跑过来到佛的跟前，嗯，跪了去。那哈都后一股嘟嘟无嘴，不可能啊！那哈都后那个尾巴就不烧。那么提婆达多圣妙不后，不是这个就是成就的佛，他没有恐惧，他有功德力。众生看到佛的时候，就像这一愿啊。智慧光芒啊，法身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这个狂象醉象福地温驯。那我们刚刚讲受，一样用这个字，是不是能够接触外界？所以我们以凡夫来讲，这个受的当下就产生了太多太多的内容了，而这些内容从哪里来？自己的妄想杂念来，自己以为的一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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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了一大堆。那修行人在这上面就不大一样，越修行的他是越单纯清净受，但是佛也有所谓没办法的时候了。你想说佛有没办法的时候吗？有，因缘不具足的时候，有十四难。佛在佛经里面有讲，有些情况外道来找茬，这些佛他就不回答。来找茬的那种，不用回答，也不用理他。有十四种情况，佛不是说我全能，就是说在所有里面佛知道，但是这个众生的心呢、啊，佛有讲一禅体嘛，在众生的心，当你陷入在一种非常恶、邪恶、断灭因果或不肯。接受任何讯息的状态之下，他都说这叫一禅体。这一禅体暂时之间是他是没有办法相应的。那个时候佛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佛度有缘人，他本身还有这个因缘法。所以这里面我们了解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名曰众生，就是五蕴的众生。这五蕴的众生呢，情绪太多了。那一般以为无明烦恼所缚流转生死者为众生，就是一般的解释，就是我们有无明烦恼覆盖着，那我们呢自信清净看不到，生死生死这六道中一直在轮回，这个叫众生。那如果说以我们有一种具体存在的样子，这广义言之，佛及菩萨亦含摄于众生之中，因为佛跟菩萨不离开众生，在度化众生，所以不离开众生，度化众生也是跟众生在同一种相状当中。但是修行里面，毕竟还是有它不会动摇的东西，那个就是清净跟智慧，拿也拿不走的啦，拿也拿不走。